在这个武汉的这个疫情里面，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不少已经在家里面去等候啊，或者会不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担心啊？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时刻很需要主耶稣来医治我们，给我们力量。今天我跟耶牧师一起分享两首诗歌。第一首是唯有耶稣，耶稣使我们瞎眼的都能看见，他能医治我们，他能有权柄释放。就让我们把我们的敬拜把我们的这个诗歌献给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一同来同唱唯有耶稣。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，耶稣你有叫不可能变为可能，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，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，叫狂风巨浪平息，他能赦罪心神情，耶稣无人与你相比。再来，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，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，耶稣你有权柄释放，叫不可是给我们力量的主，主啊，特别在这个疫情里面，我们很需要你帮助我们。你是我们的山寨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主啊，求你去围绕我们，就像你众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，保护我们，以致在这个疫情里面，在恐惧里面，我们能够有依靠，能够得到你自己的帮助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。请听我念一段经文，来自诗篇27篇第7节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，就得帮助。所以我心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以下我们有一首诗歌：主，你是我力量。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东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我的诗歌。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
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你必围绕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高台，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避难所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，我的盼望只在乎你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求告你。主啊，当我们烦恼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解开我们的患难，主啊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能面对社会很多很多的困难，叫我们能够走在你的话语当中。主啊，我们一生都是你的，你自己做我们的力量，你做我们的高台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